万万没有想到，大锤的觉醒是由好玩一二三精心研发的一款卡牌游戏，却一改传统卡牌失败的操作体验，这样的方式好玩刺激。游戏中顶级的画面展示水准，搭配活灵活现的人物造型，配以丰富的表情动作内容，让整个游戏过程都充满即时感官。更有独特的导演视角模式，让玩家亲身组织编剧，进行新剧搞笑大闯关。更多手机游戏视频，敬请关注996手游网。